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慧萍，今年19岁，我来自于圣美兰州。最擅长的事情有唱歌、弹琴、美妆和打游戏。我现在正在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就读 Foundation in Business 的科系。我参加这次的迷你女神竞赛呢，是想好好发挥一下我这个只有1.53米的身高，毕竟现在很少有这种以身高为主题的竞赛嘛。除此之外，我想在我这个即将结束的一字头的年纪里面，好好的挑战一下我自己，希望能取到一个很好的成绩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哦。